前几天有朋友说什么时候来吃一下凉面，然后呢今天这个天气比较暖和，最高温度30度，比较适合来吃凉面，所以说今天上街去买了5斤挂面做凉面。每次我用挂面做凉面，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买和面，不买新鲜的面，用干面，因为这个是我镇上买的，我镇上没有卖现做的面，都只有挂面。面先放到一边，在这个盆里倒点开水晾着，现在拿一个烧鸡去地里弄点生菜，来看一下前一段时间摘的菜，是辣椒。哎呦，都在煎辣椒了，你看，哼，再有几天都可以吃了。然后这边这个是尖椒，然后这儿是茄子，茄子正在开花。然后这个是四季豆，四季豆也在开始爬藤了，往架上爬。然后这一窝是那个丝瓜，这边这个是豇豆，这个是黄瓜，番茄，番茄也在开花了。哎呀，再有半个月就要使劲吃这些菜了。这是空心菜，这是莴笋，前面是玉米，这个是生菜，都已经长得这么高了，马上都在开花了，已经变得很老很老。选一点嫩叶子来吃。生菜洗了3遍了，现在来剁一点姜蒜。葱花。再来切一点香菜。现在来烧水煮面。水开了，下面条，这个面稍微煮一下，再下一点这个细面。刚才发现家里还有一点细面，再弄点细面下去，不能和这个来吃。好了，这个面不用煮得太软，煮太软了，待会儿一拌就烂了。现在把它捞起来，放进刚才晾冷的开水里面，把菜煮一下。把面倒出来，把水分沥干。醋、生抽、酱油、香油、盐、味精、白糖、花椒面，拿一点十三香，拿一点点蚝油，油辣子多拿一点，姜蒜、葱和香菜，搅拌均匀，下面。感觉这个面煮的稍微有点过了，拌的时候感觉有点黏。老吉，哎，谈几块钱钱？嗯，谈7块。前天买了谈11块。一天不如一天啊。人家村的枇杷就便宜。我煮的有点浓啊，刚才短了嘛。七分熟，然后温水泡的。啊，多转儿。要不要？嗯，薄点的。那儿呢？
我明天下午可能要摘。新芽。这里面都花了。大叔是折了半个了，有没半？没有了，现在卖两百多吧。嗯，三十斤卖了二百。二百三十多。前天二十二斤，卖二百五十多。妈，那个时候卖了七八百块钱，现在卖五百多了。你妈在抱怨的，我是吧？就是你，你不看哥哥小一斤半大五升几斤？谈你了，哥哥。叫早，没出果是不？晓得他输的留多了，二年次我就只留两颗就是，两颗就少了。坚果留的太多了，米杆米都是鸭子儿吃的多。我还可以没事的，毕竟你大五星的，大五星以后就你看嘛，多得很。今天已经提拔的多了。卖出来两三块钱了，跟前年子，前年子那是啊，烂市吧。普遍，到处都是。都记到都有。